Hello，今天来做辅食。这些是我去吃火锅时带回的火锅料，因为是给家里吃的，南瓜用一半就好，切成小块。然后放进碗里，再来是红萝卜，也是切成小块。最后是高丽菜。然后打一颗蛋，只需要蛋白就好。蛋黄就留给我们家猫咪吃吧。搅一搅，放进锅里蒸熟，蒸好了。挖一点点到碗里，接下来是家里的吃播咯，好像蛮喜欢的耶，成功，呵呵，大家拜拜。